玩那个线上游戏的棒球，但他每次打完然后说耶我要得世界冠军了，哎要干嘛哎要干嘛，我不止天天我不止耶，我有一次蝉联第三届世界冠军，我开心到带他出去庆功，哎神经病我讲最鲜明的啦，应该大家都知道他不喜欢不爽我在节目当中呢跟女生有互动我上次不是跟我们那个阿春吗，阿春不是在那边扯头发吗，他那个三天不跟我讲话，阿春的醋不行，阿春的醋也吃啊，阿春不行，我他说你干嘛去抓人家头发，我说陈醋呢，我说这个好玩啊，我叫牙，他说你就是喜欢他才会去抓他头发，然后我一直跟他解释哦，阿林姐哦，就也该把阿春啊去动那个阿春啊，也算是做功德呢。所以我觉得很没礼貌啊。哦，是因为礼貌，他重点不是礼貌啦，而是醋。你喜欢他？对，他就认为我喜欢他。我说阿春他都几岁了？他说他不是几岁的问题。玉林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说他在你的心目当中就是金城武或者梁朝伟，真的吗？是啊，真的吗？哈哈哈哈哈真的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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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啊，这个没有，但是我知道他真的很吃醋你啊，他就三天两头都为这种事在不爽，他是不是不可以跟女生玩，比如说饼干，然后一直吃到最后？对啊，但我觉得这个事情他应该自己要知道，应该早就要反省过了。哦，这是属于不用讲的范畴。扑克牌接力，扑克牌接力，他也不给他玩，完全不行啊，安全之吻也不行啊。你想玩吗？你要玩吗？没有，不想啊，我不想啊。我们也不想跟宇哥玩啊。第二道题目作答，来，我觉得他会对我不爽，一定都只有跟女生有关啊。就是哦哟，想你真的是金城武了 ，I see you。路边有时候女生拍照，拍照不打紧，可是他一定要求我要一个相当的距离。因为有的时候女生她会来勾你的手啊，好，对不对啊？她如果第一时间勾住我，你要怎么办？你总不跟她说三八，你买那好不？你可以行吗？你可以比耶嘛？对，不礼貌。姑娘，请你放尊重一点。对，有没有？这个没有哎。对。玉林哥，我感觉太良好了，玉林哥。我发现他的问题，他越在意的事情，他越不敢承认。你把自己讲得太完美了。不要往那方向想了啦。玉林哥，你看你今天我们要放晚餐了啦。对啊，你够定哎。下一题，下一题应该是你有幻想症之类的吧？对对对。第三次作答，好的，要不要给他一点提示？跟他们前面两队都还蛮累。啊，他们讲那么多个啊，应该跟昌明很像吧？就是我常常想要嘛。要到你想要什么？我们好不想知道这件事哦。有没有？有。哎，看吧，哇，有的。大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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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意做口碑。哎，夫妻两个人故意恶意配合，节目里面做口碑哦。对啊，不能这样子。我是每次只要跟他眼睛对到，我就有感觉了。哎呦，哎。哦，所以眼睛对到就算一次，眼睛对到就算一次，对，我就，那叫早泄。所以讲得太好了，只顾自己爽嘛，对不对？只顾自己爽，对，只顾自己爽嘛，想不想？只顾自己，对啊，讲得太好了嘛。他很自私，他就是想要的时候他就一定要，想要当然就要，不然呢？但我们女生不见得要，看一下人家，对啊。而且我们女生想要的时候，他也不要。想要说我不要，心有余而力。没有没有，你们这老夫老妻要洗衣服就讲一声就好了。我跟你讲啊，这样没有情趣。我一开始就是用讲的。好，我一开始就说，哎，来一下吧，嘿嘿，来一下吧。为什么要宪哥？你为什么模仿宪哥？为什么宪哥？不是他的来一下是说，比如现在六点，他说，你要早上还是晚上？早上，晚上六点。早上，早上。比如说六点，然后他说我去洗澡哦，八点开始。他还预约，感觉在预约按摩的，时钟调好了。没有讲很没有，因为我重视那个流程，所以schedule讲好。我六点去洗澡，我洗完澡以后我可能要吃个早餐，所以我还有大个便，所以我这样判断一下，应该八点才能够执行这个事情。但谁会想要啊？对，然后八点没有情趣。然后对，我在7:55的时候，我也会跟他讲哦，我说时辰已到。
霸王进攻啦！仙龙好，没错，活动在五分钟之后要正式开始了。来，启禀大王，请进，请进。就这样。大王，那是不是很有趣？整个都冷掉了，好不好？我觉得那是我觉得那是我的幽默啊！你故意的另题啊吗？太没有情趣了，你讲那么白，对不对？第四次作答，来开始。他从交往到此时此刻都一直怪我说。讲话口气不好，太大声哦，太大声。那我每次跟他解释说，我不是在凶，因为我们讲话，我们这个大嗓门，我们这个喇叭的瓦数比较大嘛，好啊，所以呢，人家讲话是喵喵喵，我是啊，我就会这样嘛，哎呀，就是喇叭的功率不一样嘛，唐老鸭就是一个神经。你讲，你私底下讲话会这样，所以他常常跟我说，他常常问我说，你早上想吃什么？我说吃什么？吃蛋饼啊！兄弟啊！谁会这样啊？吃蛋饼就吃蛋饼，那么凶干嘛？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因为你讲的这些习惯就是要改的，已经要改，而且我们已经在一起五年了，你应该早知道就是要改的。哦，明显的啦，哈。对呀。好，第五次作答，来，第五次作答，再答这个要被送回去了，要被送回去。那就是常常假结婚真恋财嘛，常常他跟我讲的话，我没有放在心上。哦。哎，就是因为很忙嘛。有没有？有，哦，总算有了。哦，耳边风，听听就算了。马尔东风，耳边风也算是，然后也是他记，不知道是对于我讲的话，他记忆不好还是怎样。哦，还是根本就没听。对，有一次他特别跟我交代说，今天早点回来哈啊，因为我会亲自下厨。后来我就忙一整天，我也忘了。好，回到家里面，我看他在厨房里面擦擦擦擦，我还忘了，我说，哎，你在干嘛？他说没有，我在做菜呀。啊，我说哈，你在做菜，可是我吃饱了。啊，糟糕！我这里不会装一下，好伤哦，这个太伤。没有，我以为他要煮给他自己吃啊。对呀，对呀，已经忘了早上有交代说要。但雅雅，我跟他帮他讲一句话啦。通常反应快的人啊，记忆力都不好。好，来第六次作答，来这个你应该你他不在，他说在，你说在床上的。在家。哦，那应该也是那个啦，也是因为我是早上洗澡的啦。要洗啊，你出来晚上回来不洗澡有没有？这个也没有，我不会把你的坏习惯讲出来啊。自爆。好，第七次作答，来。你都常用 iPad 干嘛？我常用 iPad 干嘛？哦，I got it。我常常在玩那个棒球的线上游戏，然后花很多钱在这个东西上面。真的？对。那个要花钱啊？没有啊，你要买一些要买装备，买一些好的球员啊，买装备啊。那你不如跟阿Ben去打。对啊，你为什么不跟我去打真的棒球就好了嘞？又健康，对不对？他跑不了。你那个不一样，我玩线上游戏，我在经营一个球团啊。他是要买金球。还买金球，他是一个月花五千块。你应该买金虫吧，你买五千块，一个月五千，五千太夸张了。我已经连续了一年。这个有了是吧？有没有？有啊，来，线上游戏。哎呦，玩到有幻想症呢啊！我就是每天工作啊，然后回到家里面玩那个线上游戏。但他每次打完然后说耶，我要得世界冠军了，哎要干嘛？哎要干嘛？我有一次蝉联第三届世界冠军，我开心到带他出去庆功哎，神经病，好可怜哦。来，第八次作答。你从来不讲三个字哦，那这个就你不对了。没，因为。如果在场有摩羯座的，摩羯座我跟杰伦是一样的星座，对不对？人差这么多，对，杰伦就是摩羯座的人都知道，就是我们个性哦，就是好像，那个情绪真情比较不好意思去流露，所以他一直说我不会好像去跟他讲我爱你这样子。今天你就跟他讲一次，好不好？我们离开。没有，不要，对，我们不插话，就随便你爱怎么哈啦，开始。那我爱你啊。没随便，怎么了？酝酿一下，要酝酿一下。我第一次看人家把我爱你讲的这么随便，这么像一句脏话。对呀，前面要加名字啦。对呀，然后讲一下原因啊什么的。最近他所以怎么样？这一段时间还帮我怀孕。对呀，你现在不是沈玉琳，你是沈
玉清来，来出来吧，玉清。你背的背对着我，你就讲得出来。可以，他可以看着，可以啦。好了，郭晶晶，这段时间辛苦你了。怀孕很辛苦，加油！我爱你，加油！为什么要加油？加油啦！加油！谁叫你录 ID 的啦？那么开心就为了让你们吃加油就冷掉了。录 ID 耶！好，有没有这个有啊？有。地球次回答：放假哈，我喜欢窝在家里面。其实我还蛮宅的啦，在家里面看看电视啊，看看报纸就 OK。那他会抱怨说，我都不带他出去。那个看山看海这样，有没有？没有。嗯，啊，又没有啊。好了，最已经习惯了，他不带我去就习惯了。啊，好可怜哦，好委屈啊！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讲，你不要觉得他委屈，因为他自己也没有多爱啊，他只是啊这边讲好玩的。有一天我真的说好啊，走啊，来玩啊，你说我不带去玩，走走啊。这狗干什么要啊？你是在养狼犬啊？把握最后一次机会，来，交通工具。车上怎么样？但车上那应该就是嫌我的开车技术不好了，是吧？有没有？有。有来。有。他技术很烂吗？怎么个不好？真的不好吗？还呛你啊？他还嫌我技术不好，他今天会开车还是我教他的。哦，有时候徒弟都会比老师厉害。但是有状元学生，没有状元老师。对啊，开车是人家是要先打方向灯，然后再转，对不对？他是转好再打方向灯。哎呦，这厉害，这个算好吗？这比较进入直线，这比较难呢。那个转好，这个是比较难呢。这个是已经出事了，已经出事了。等警察来的时候，画粉笔之后，对，一定要弄掉啊，才打方向灯。快打来，然后警察我画方向灯，那是我的。我都没说你每次打方向灯，方向灯一打哦，结果雨刷在动。这个比较厉害。来，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还有五项。第二项是什么？剑桥当手提。第三项啊。噔。一双拖鞋穿到底。他穿去阳台，又穿去。湿湿的厕所，然后又踏出来客厅，这不是擦地板很累耶。好，来。好，第四个。自以为很懂我哦，你懂他吗？我当然懂他。那我现在想吃什么？你现在想吃什么？完了。对啊，他现在想吃那个啊，什么那个啊？哪个？说啊，哪个？鲜扎片。对，牛肉干。不要在床上吃东西了，想吃牛肉面呢。牛肉干。第六一项。第六项。灯。哎，这个所有男生全中哎，怎么会这样啊？男生中哎，第十项，穿衣服品味差，哎，嫌我穿买的衣服丑。我喜欢我老婆说哎，就是哎女生嘛，总是哎对啊，没一点穿个短裙啊，就女人味一点。啊，可她常自从跟我结婚以后，就开始喜欢穿那种那个宽松的啊，长的啊，或把身体整个都包起来那一种啊。哎呀，我就劝她说哎不要，她因为她可能觉得穿太女人味的衣服比较麻烦。